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历史年中风未遇。狂领折扣别犹豫。嗨，又是我，还有这台皮卡丘 CHR。那的确很多留言都说这个车为什么要改成黄色，很像计程车。也有人说要改白的啊、黑的啊。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一直都改白色、黑色、灰色太无聊了，想要就是挑战一下不同颜色，所以就把它改成黄色吧。那也谢谢大家在留言区热烈的讨论。我记得应该已经有1000多个留言了吧。当然有称赞的，也有说不好看的，但是每个人的审美观本来就不同。那也有人说可能镀铬饰条太多啊什么的，但其实我是为了跟轮框做呼应，所以才会用到镀铬饰条。哦，对，其中有一个留言就是希望我们把安全带全部都变黄色，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把全车的安全带改掉，让外面跟里面有呼应，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要把 CHR 的 R 改成红色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两件事情，这台车应该就可以完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改安全带吧，走。Hello， 今天来到神工国际，哎、欸，没想到那么近哎、欸，都是网友啦，什么安全带要改黄色的，只好就叫他带来改了。今天我们就开来麻烦他，可是我刚刚逛了一下，这边真的什么都有做哎、欸，我看有烤漆、板喷、大包，然后内装的，内装全车的客制化都有。听说这什么隔音哦？对，隔音自证当然都也是有。中控台就是一些仪表板要崩皮啊，方向盘顶崩，或者是星空顶，星空顶也有。对，星空顶我们也有做，然后安全带，安全带。对，就是全车的客制化，只要你想要包皮革的地方，哦，门皮啦、啊、中控啊，椅子换皮啊，是能包皮的都帮你包上去啊。对啦，不能包的，只要你讲得出来，我们想办法帮你包啦，尽量想办法包。对。对对，带我们参观一下你们工厂好不好？里面有很多很屌的车哎、欸，有一些蛮特别的，就是经典的老车。我还要讲法拉利哎、欸，那个是莲花，啊莲花、欸，老莲花，哦、老莲花，对 对, 對老莲花，帅，你看你看吧，蛮像老牛的外观。对啊，对对对，蛮像老牛的外觀，也有一点像那个回到未来那个，类似。好、哦，然后还有。那这一台是我们正在准备要板烤的部分哦，然后再来，哦，这个都很特别的啊 ，BMW 2002老车，大概40年了啊，我在小坦一台赶快呢，2002这个也是板喷跟内装就是都在这边处理，你看它连里面的防锈都要喷，都要做，对，都要做，就是内装跟板烤，还、啊、有一些件我们都换成新的哦，对，像这个就是新的件，我们找国外的厂商取得这个欧燕的件。哦哟，它引擎盖也是新的，然后尾门那边也都是新的。哇，还有这个女神哎、欸，还女神就是她来做一些内装的整理。我想宾利在这边算，没有啦，没有啦，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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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新车吗？对对对，就是 Audi 的 e-tron， 它基本上客户、啊、新车来干嘛？落地内装就改了。落地就改内装，对对，你们可以看一下 ，GT 就是最贵的嘛，好像5-600万哦，600多，对，600多啊，对啊，哦，这已经改好了，对，可以开没关系。它现在它原厂内装是全黑，你看中间把它改成双色，对，就是我们帮搭配门板，对对对，全顶棚都有做，哦，搭配对，仪表板也有做。现在看到的灰色的麂皮就是意大利的 Argentara， 就是我们帮客人订回来的。哇，这个还要从国外订，还订得到哦。有，然后椅背啊，像它的椅背安全带也有改，哎、欸，这很细节呢。嗯，安全带改蜡灰了。哦，对对对，他们那个厂区很干净，很明亮，很舒服。就是以板口厂算干净，但是也不敢说多干净。有啦，我、哦、那个你看我看那个差多了，而且方向盘也有做哦。有，我们有在做内装的话，方向盘这些都有背盘。然后二楼就是专门在做我们的内装，二楼就是主要在施工汽车内装的部分。等一下你们看到那个安全带，你就会看到。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 ，OK。哎、欸，好了，我们有机会有没有？以后这个有疑难杂症就来找小杨，对不对？这是对。好，关于这种内装的话，就摆下这些地方，你想得到的配件全部都可以做。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安全带到时候成品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干脆要不要一台车来，全部从头拍到尾，跟爱车大奶照一样？爱车大奶照。好，好不好？期待一下，我们再做新计划，再麻烦小杨搭配一下，然后我再好好跟他沟通一下，以后我们的粉丝来有没有什么优惠的 ？OK 啊 ，OK 啊。好，再帮大家凹一下，好，好不好？好好好，那就看成品了，期待。
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拆装安全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水平的安装方式，所以像这个地方还有固定的这个座，那其实它在装的时候，你虽然说原厂有螺丝，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你要去调整校正一下。再来是我们安装完了，你要去试拉，有时候如果你水平没有锁稳，你试拉它会卡住，你就是要重新再安装一次。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安装安全带的时候，它这个原厂有上下调整功能，所以这个东西要卡好，不然它会卡住，你也不能再调整。对，那再是像这个安全气囊的感应线啊，我们都是必须先推开。那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你这个安全扣没有压下去的时候，它有可能阵阵跑掉，你的安全气囊就失去功能。哦，这是侧边气囊的，这是安全带上面的气囊。哦，安全带上面的气囊。对，气囊感知器，它有个安全扣，有没有？你锁的时候要压回去，防止它掉落。我的安全带是拉到这么后面。所以你的总成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这边都要想办法下。对，所以这是感应全带，其实有时候也去看车的。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立省年终风未遇，黄领折扣别犹豫。问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挡道挡这个的，它不会掉在下面。哦，所以这个也要移到新的上面来。这个我们新的。哦，就是直接用新的。哦。前座是用那个黑色豆豆对挡它这个，对，然、啊、后座的话有的是用那个哦，把它车厚一点，對對對，把它挡住就好。你看它连车缝线的那个跟原厂车法是一样的，要不要去看一下 demo？ 哎、啊欸、有绿的哎，阿泰，等你买小牛绿色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了。小牛，你先把。欸、蓝其实有分很多蓝，你看浅蓝、深蓝，哎、欸、500来换这個，哎、欸、哇还有德国的那个哎车线的呢。蛮屌的呢，哦，迷彩的哎，军绿哇，哦，紫色，它在你变态嘛，对吧？你爱是300变改紫色哎，还没呢，哎，没卖呢。你看这个车的那个方式有点不一样，它车的线是直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直的。对，它是横的。这种是阴阳的。阴阳啦，阴阳，人家说阴阳面。哦。对，然后就是平面。2、4、6、8、10、12、16啦，16种颜色。哇，有这么多颜色可以选，可以来选一下这个符合自己车子颜色 style 的安全带。像我们装完都要试，都试吧。对，有些你水平没有锁对，你拉就会卡。然后这个头也要记得插回去。
来喽，拔喽。不是你不讲现在要干嘛？拔了要讲什么？哎呦，这样观众就知道什么了吧？我们的观众那么聪明。哎，这个车有没有？我已经上架贩售了。我看到了。然后我跟你讲，我决定要怎样？我们每次拍这个啊，都撩急。我看到成本的时候，我吓一跳。为什么成本花了16万？这么多？对啊，为什么？啊，不管了，反正我价钱开有没有？我决定这样啊，我还是开了小赚一点点的价钱，那我就慢慢降，降到有人能接受来买为止。所以我们就不议价，比如说我就一个礼拜我就降1万，看看这一些残酷的观众们要让我赔多少钱。你们有机会来看实车啦，这个我真的很舍不得卖。你看到实车，你们真的舍不得卖。来来来，去自由，我真的觉得实车看不像计程车。对啊，因为拍出来会有色差、啊。哦，好了，把我的 R 拿出来。你买那么多干嘛啦？你要贴几个 R？ 我怕你失败，还是留个给你。不会失败，我大喜失败喜那一点。哎，你买的是 Type R 的啊？对啊，太专业了。啊，好像太大了呢，不大，超过了，我靠，怎么办？算 ，CHR 全部成年，你弄我，全重年哦，这很麻烦哎，在它全部剔除以后，然后再重贴双面胶，它重割哎，我跟你讲哦，你看哦，改车有没有？你光贴一个贴纸啊，就可以搞一个下午，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人家还要拉线，好，那我们去把 CH 弄好，再回来贴。哎，这不要放上面，这太三级片哦。不过也小红也走向报废的命运，妈当储物柜，当置物摆。我先放好，带你们去看一下里面。我跟你讲，吼，把它帅一点。我们是也是有在倾听观众朋友的心声的，好不好？安全带它不就来了吗？后座也有，现在它来了。然后接下来观众说，所有车缝线都要变成黄色的。不要了，好不好？不要闹了，我这已经卖不掉了，亏钱了。流量吗？比我去买 Porsche 的还差。哎、欸、，Porsche 钱花了，至少还有车可以开。这个弄了，留下的只剩下失意跟回忆，还有无限的惆怅。每次弄完卖掉，然后没赚钱就算了，赔钱就算了，留下一大堆的失落感，会不会？嗯。好、哦，所以这个车我们就用这个方式了，希望可以不要赔钱。那我就慢慢降，慢慢降，降到你们愿意买，你们就来买。黄色安全带不错了，真的 CP 值蛮高的，而且它都照着原来的样子弄上去。现在大家改车越来越讲究原厂的那种感觉，方向盘也在强调，安全带也在强调，他们都是照着原厂的车线缝线再去做，好不好？那我要去做手工了，因为阿呆的一句话，他买了一个大阿，所以全部重弄。好了。完全体了啦，大的啊，好，就这么决定了。你们如果不让我赚钱，要让我赔钱来买，你就多分享一下，好不好？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呐，随便你们留了啦，拜拜，拜拜。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风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历史年终风味玉黄领折扣别犹豫你看台湾也是有能力可以把车子拆到剩下的骨架再慢慢把它弄回来可是为什么都只有国外有这种影片可以看你不觉得吗不过这个真的要拍起来不知道要几年因为感觉它就是放着嘛，有空用一下，有空用一下，有空用一下，所以那个真的要拍起来，可能会从 480P 拍到啊 16K 去了，你会有没有可能有吧？有生之年吧，能不能完成？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在找材料、等材料、找材料、等材料，所以这个拍摄会很可怕，会很壮观呢、啊。可是真的拍起来不够公权。我跟你讲，我最喜欢130双门的就是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没有 M 版的，一般的双门还没有 ，M 版的才有。你看人家的师傅都戴防毒面具，我们师傅妈的哈、啊、还烟叼着。哎、欸，我那天看他喷这一台影片的时候啊，他不是要喷车顶吗？嗯，我都觉得他肚子是不是碰到了？我其实当下我注意在看。啊，真的那么刚好没碰到吗？真的没碰到。我想讲奇怪，伊安尼喷八度安尼，平的安尼。哎、哦欸，不冷哎。困难的，我怎么样的呀？我手机不弄，太大了，这种的。对啊，那他刚刚嘛擦那个。对啊，那个阿不用啊，我那个。我他自己剪。我哎，我用过那个，我不冷啊，你还用过啊？对啊。最近那个超的。你叫我除胶，你刚刚是不是叫我除胶？我说我不冷。管屁啦。